什么当然浓的伪装。我今天呢已经画了好几个了，来坐着吧。那咱们这个舞台妆的价位就是有一个199的和一个99的。对的美女，99的已经是最便宜的了。怎么样，考虑好了吗？那咱就开始了啊。是在前面的位置还是后面？在最后是吗？最后的话，那咱今天这个妆容呢，就要画的有特点一点了。现在帮你画个眉毛，因为你呢是一根眉毛都没长的啊，所以呢，我就用一个颜色比较深一点的来帮你画这个眉毛。我们今天画一个野生眉怎么样？野生眉就是看上去就像你自己长得一样那个效果的啊。接着我们画这边的眉毛这个位置，然后到这里。其他会更好看的，所以呢，就用到我们家的这两款了。
剪完之后呢，咱们就要选睫毛了。我呢都拿出来，你自己选择，好吧？一共呢是这四款，你呢选一个吧。这个什么？我觉得这个贴上去不是很好看呀。这个的话，因为你的妆化的浓，所以这个我觉得也不好看。这两款的话，我觉得这个睫毛吧，它就有点太浓。说，我觉得这个紫色的是最搭配你的这个眼妆的，你觉得呢？再说了，你要的呢是无奈妆，又不是什么日常妆，就听我的，就用这个。这个睫毛呢是可以重复利用的，你演出完之后呢，也是可以把它放起来，下次再用的。所以说，咱们这个一对的话就是50块钱。主要是这个毛比较好呀，浓不浓？我先把它贴上去啊，再看一下效果。哎呀妈呀，真好看！你瞅瞅呀，小美女，真的太好看了呢。你呢，可要相信我，我说的呢，可是真的。别动啊，把你贴上去就好。相信我呢，你就再加个100块钱，我呢把这个嘴巴给你画的是明明白白的。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，我就帮你涂一个这个9块9的口红了啊。那100块钱和9块9还是有差距的，就看你信不信我。不用犹豫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后悔的。圈子。
子上被你搞的，我这还怎么做题呀？要不然这样，你呢，搞到我的桌子上，我帮你清理清理。要不然你这个样子，我这也没有办法做题呀，这摞的一个桌子上都是。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这次的情况好像没有上次的糟糕诶，好像变少了。好像有严重了，我觉得。那我觉得就直接开始了。是已经帮你清理的差不多了啊，可能还会有一点点残留，你回家呢再洗洗吧。